这边的是柳叶菜心，这边的是自己留种的那种菜心，自己留种的那种菜味比较浓，非常好吃的。一个种植箱又摘出这么一大堆来，真的超级大家，这一堆今天都要拿去来做酸菜。这一箱就先不摘了，怕一个缸子装不下去，太多了。